刷位就无法度分到物件，这麻烦大家配合，恁唔通办哩。以前的故事，而且咱这个学长呢，伊真好，伊不是本人来。欢迎进入三百美术。今仔日国宾同学团会当成立，也是因为国宾有敢甲恁保证，但是我敢来当讲，我尽力。向前尊非常自卑，那常常予咱的乡亲有求必应，那连线嘛做了七档的这个啊慈善活动。透过咱的张雪茹议员来甲做一个相关的整合，每年拢予我真感动。人讲哦，岁末就是一个感动的、一个感恩的一个时间。看到有遮尼侪企业、咱的机关、团体、个人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就是希望予咱的弱势朋友会使感受到伊啊，咱的因的这个爱心，予伊有法度体会到咱社会各界对伊的这个关心。那是一利用这个机会，叫大家欢声，甲咱所有出钱出力的跩好朋友，咱同欢声来谢谢一下。马上予恁哦，咱出路多，开路多，拢会使继续看到千千万万批吼。咱中华县政府呢，啊有啊有真济这个社会福利的措施，咱的劳工处嘛有真济这个啊找工作这个机会。咱的乡亲，你有需求，袂要紧，会使透过议员，还是随时跟咱县政府这边来联络。咱的拢会协助大家，予你有好的头路来做，予你的厝里呢大大细细拢唔免烦恼。我们一起努力哈！再次感谢新闻台叫大家拍声，甲咱张主委、甲咱的团长张雪茹，都谢谢一下。最后，我嘛利用机会再次感谢大家听听，咱今仔一个目标如何将我管好。最后，恭祝咱所有乡亲好朋友，新的一年平安顺利，大赚钱，较定啊，甲咱愈食愈勇，行到愈好行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句话送大家，让大家拢会使财招财进宝，财源广进，美好彰化，希望全市。第七届的寒冬围炉千人飨宴，这次透过很多慈善家的帮忙，我们这次报名的户数超过1070户，来参加的人有2500人。那么很多的慈善家跟志工用差不多600位。然后这次的花卉除了吃饭之外，我们还有礼券，还有锅子，那么还有被子，还有很多的玩具等等。那么我们很感谢所有的受赠物，很愿意你们来参加，然后我们也很开心。这次透过元荣医院的帮忙，那么还有很多台中的企业家以及地方上的社团协会，总共协办单位超过30个。这是一个爱的开始，爱的延续，在爱的道路上我们继续走。我们为什么会持续办下去？我们只是希望告诉所有的街友，告诉所有的低收入户，告诉所有的边缘户，告诉所有的弱势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当你们人生遇到过不去的时候，记得因为我们很爱你们。这是一个善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有爱的地方，在爱的道路上我们一起走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在别人的身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